昨天的联络的确是一个疏忽，而且是我个人的疏忽。人家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啊，这是我个人的疏忽，怪不了别人，所以造成邱议长那边的这个不方便，对他非常的不好意思啊。那个昨天我并没有到议会，我还没有出门，这个行程就因为没有联络好就已经取消了。其实我跟邱医生议长简讯有联络，那么他。昨天，刚刚前面也有问到说昨天是怎么样一回事。昨天他说，因为在议会开会中，他不便出来，来跟我会面，所以他说他会安排适当的时间，来邀约。而且他，我觉得他写得非常友善，是说到时候我们见面畅谈。啊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善意的表示，所以我当然尊重他，就是等他的办公室。联络一个方便的时间，我再去跟他正式拜会。吕玉玲委员，我还在持续的联络。他当然是一个拜会的重点，不会说他说好像照顾选民，把选民照顾好就好，不一定要拜会他。我觉得选民非常重要，吕玉玲委员也一样重要，持续联络中。罗志强，我跟他有联系上，其实我们长久以来就一直有 Line。那么这一阵子我跟他 LINE 也有互动，双方都非常善意。那么我跟他已经约好，明天早上他每天8点钟在桃园行脚，他接受我明天早上8点钟到桃园参加他的行脚。先前的作业我没有涉入，我不便评论。但是鲁明哲委员后来表态说愿意支持党的候选人哈，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感激他。那下午跟鲁明哲委员。还有万美玲美人碰面，一位是桃园，一位是中立哈。我跟他们请教，就是当地的一些民间基层的一些状况，请他们给我一些指教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喽。好，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变成了水哦。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，也没有任何的污染。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，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。小朋友、baby、儿童、孕妇完全都可以用。欢迎大家上快点购。